你的手指朝前哦，手肘让它往中线靠近。对，手肘让它往中线靠近，让你的肚子收紧，肚脐向上提，肩膀往下沉，把胸口打开。好，肚子收好，吸气的时候试试看，把膝盖尽量互相靠近，脚板压着，让你的脚离开地板，收好肚子。对，从核心开始练习哦，尽量把脊椎往上提，记得把胸口推开，收好肚子。慢慢吐气的时候，试试看，把脚往前浮在空中，再一个吸气回正，来之后吐气往下。好，这次我们把身体往下沉多一点点，来吸气，胸口找膝盖，最后一次吐，很好，hold 住哦，吸气回来，很好，来脚放脚回到地板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再一次哦。大家还好吗？你感觉核心开始的时候，身体都不听使唤。好，再这样哈，收好肚子，手指朝前，手肘往中线靠近之后，把胸口打开。好，来，肚子收好，向上提，吸气，把脚推起来，离开地板，但是保持脊椎还是延展的哈。好，慢慢吐气的时候，脚往前。好，把上半身也往后稍微倒一下，来吐气的时候收回来，来一次哦。吸气，我们把身体拉开，前后延展，用核心的力量 hold 住，吐气收进来。最后一次，吸气，前后推开，吐气收，很好。来，在这里试试看，把手提起来，离开地板，手指朝前。很好，然后把我们的小腿让它往上提多一点点，平行地板，肚子再收，提到心脏，胸口打开，很好，配合你的呼吸停留在船式，感觉一下自己的身体，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稳定，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脊椎可以更延展，然后把开展，肚子收好，再一个呼吸就好了。慢慢吐气的时候，脚腿交叉，我们放松一下，还好吗？大家 可以哦，好哦，来再一次哦。这次我们手直接在你的膝盖，好，靠着你的膝盖窝，胸口提起来，脊椎拉直，肩膀放松。吐气的时候，重心稍微往后，让我们的脚可以提起来，平行地板。很好，保持顺畅的呼吸，停留在手还在膝盖的位置。深吸一口气之后，把肚子再向上提。吐气，我们试试看，把手离开你的腿，让手指朝前，手心互对。好，可以的话试试看，让我们把手慢慢的向上，向上提，来到你的耳朵两边，这边会比较挑战，肚子收紧。三个呼吸就好，一个深吸，慢慢吐气，记得把手力量送到你的手指间，感觉你的核心。最后一个吸气了，来吐气的时候，慢慢把手回到你的膝盖，然后我们再交叉腿，放松一下，很好，好哦。